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结果，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人的一生当中，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的机会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选择陈立豪？各位，请看一下我的侧标。我昨天在电视上跟你讲，我去放空四星 KY， 你有相信吗？我昨天跟你讲，我买回微盈，你有相信吗？各位，今天陈立豪声音一样沙哑，电话接到真的太多了。各位，我真的非常感谢全国的观众，谢谢你们，你们真的有眼光。这两天立豪的电话真的很多，很多投资朋友们真的发现到我是一个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的老师，而且很多人加入了陈立豪的阵容。各位，我在迈入十一月份，我一定会做到更好、更棒来报答各位。今天请看我的侧标，各位，请你认真看完手机的内容。你看完之后，各位马上来电，我来帮你，听得懂意思吗？各位，你今天看完我的手机之后，如果各位你真的愿意跟着陈立豪一起打江山，那各位我真的非常欢迎你。各位，快年底了，你知道吗？快年底了，你知道吗？快年底的意思是什么？各位，年终奖金要自己赚了。各位，我让你看一下，先看大盘好不好？各位，今天的大盘回补到5月17号的跳空缺口，我在昨天我已经告诉我的会员，今天一定会打到跳空缺口。各位看今天的大盘最低多少？15975，对不对？是不是15975？各位你看一下，今天我在昨天我已经跟会员讲了，我昨天已经讲了，你看看什么叫做一流的老师，什么叫全国第一的老师。各位你看，各位注意看，这是昨天两个字，昨天各位我让你看一看，昨天我分析之后，你看一下大盘会回撤支撑5月17号的15961到16015的跳空缺口。各位看到了吗？昨天两个字，15961到16015的跳空缺口。各位，昨天讲的。各位你看今天15975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我厉不厉害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来，更厉害的是今天早上，更厉害的是今天早上的分析。各位你看一下，今天凌晨美国股市是不是大涨511点？照理来讲，很多的投资人看到美国股市大涨，一定带着钢盔往前冲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怎么分析好不好？我在昨天已经告诉我的会员，一定会回来补5月17号的跳空缺口，15971，看看15961到16015，有没有？昨天我就会说一定会来补那个缺口。好，各位，那你看看我今天怎么分析。各位来看，你看看今天早上，各位注意看哦，今天早上美国股市是不是大涨？美国股市是不是大涨？各位看，今天早上开始哦，你们还在睡觉，我在5点18分已经告诉会员要静候8点30分前的分析。你看看我怎么分析哦，这一通哦，各位你看我几点分析的？7点37分已经分析完毕了哦，你看我怎么，我念给你听，各位我念给你听好不好？你听完之后你就帮我竖个大拇指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愿意参加陈立豪，你就竖个大拇指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各位看来，会员注意，昨天晚上如果有关注美国股市的会员，相信会一头雾水。各位，什么叫一头雾水？美国股市大涨哦，我告诉会员说，你们如果真的有像我陈立豪这么厉害的话，你会觉得美国股市的大涨就是乱涨，一头雾水。为什么？请看下去，各位看，各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利空大于利多？美国道琼却是大涨511点，科技股还涨了146点。我美国分析师的朋友今天早上跟我视讯会议中说出了重点，
在美股下跌七天之后，最大的利多就是跌太深了。各位看到没有？没有任何的利多，就是因为它跌了七天之后，各位跌太多，那结果跌深反弹。我就跟大会员讲，哈哈，这就是资本市场的最佳写照。虽然日 K D 跟周 K D 在正二十，在相对的低档，但因为有很多的什么，很多之前提过的因素原因，我已经告诉会员了，还是可能会造成未来股市的震荡整理。各位，你看到了没有？全市场很多座谈会的那些没有用的老师，还有一些有自认为很厉害的专家，各位，像那种专家你不看也就罢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大盘会回补缺口，我昨天就告诉会员了。而且今天早上凌晨美国股市大涨，我还告诉会员说利空大于利多，还在大涨，那一定有问题嘛。各位听得懂吗？你看我对不对？厉害呀，你看各位看。所以啊，我就告诉会员啊，各位，它还会处于震荡整理啊。那其实我们真的非常厉害了，最近的短线换股来操作可以说相当的不错。哎，各位，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我去放空四星 KY？我昨天在空的时候哦，收盘的时候小套哦，小套我还承认我错误哦，但是我在电视上跟你讲什么？你看，我在电视上跟你讲什么？十月三十号，我说十月三十号我买回唯盈放空四星，有没有？是放空四星。好，各位，我昨天告诉我的会员，哎，各位，昨天为什么要放空四星？昨天唯一一档失败的是，原本我们短线就放空是对的，盘中其实我已经回补一次赚钱哦。想说为什么会如此的强大，为什么昨天四星这么强，结果是因为盘中有一家外资调升了它的目标价到3000块，难怪很强势。但是我说什么？但是我说什么啊？但是我说什么？不用担心啊，否则我们昨天操作会很好啊。但是重点是什么？重点要特别注意，我昨天提到今天大盘要收月线，各位，今天收月线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昨天为什么要放空？我昨天为什么要放空？各位，你看啊，我在四星10月26号买四星，我赚了265块，极大值。10月26号买智源赚了19块，我昨天都出掉了，对不对？我昨天出掉了，我为什么要买回唯盈跟放空四星？好，各位来，现在开始验证了哈。你看看陈立豪厉不厉害？15961到16015，我昨天就告诉会员一定会来测试。今天大盘跌了，盘中跌173点，真的来测试15961到156116015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最低来到15975。各位，这一点我是对的。那各位，我只是把它印出来给你看。昨天10月30号我就已经说过了，会来到5月17号的15961到16015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各位来，那我对了之后，我昨天为什么要去放空四星？我昨天为什么要放空四星？因为四星 KY 我告诉他要涨他就要涨，我告诉他跌他就要跌了，听得懂吗？各位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昨天为什么要放空四星？那昨天为什么四星会这么强？昨天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四星这么强？你看，各位，为什么昨天四星这么强？因为原因在这里啊，十月因为外资啊晋升啊目标价，四星药星股王全部在调升它的目标价，就是因为这个消息啊，知道吗？那各位，全市场外资在调升它的目标价，我在放空它，我放空啊，知道吗？所以各位，昨天我放空四星，你昨天一定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空。各位，你看今天跌130块，跌130块。各位再看，今天我昨天已经空了哦。今天我很多的会员早上打电话给我，老师，四星 KY 要不要再加空？我跟他们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空啊，空。各位你看，
10月31号今天两个字，我会员打电话给我，我接完电话之后传了一通给他，早上9点07分哦，四星2780到2800放空。各位你看，9点07分就告诉会员2780到2800放空。各位什么时候来了？9点18分到9点20分来到最高2795，全部命中。各位听得懂吗？帮我鼓鼓掌。你如果真的要空，你空死他，你赚翻了。各位尾盘杀到2625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今天10月31号你敢空吗？你敢空吗？各位，今天极大值我还没有补到最低点呢。各位，我还没有补到最低点呢，我没有补到最低点呢，我2660附近就补完了，我还赚120耶。各位，收盘还收2625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了吗？昨天你敢空吗？你有那个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吗？所以各位，今天陈立豪告诉你，你敢空吗？极大值120块，放空也120，对不对？而且各位，这是我昨天就跟你讲的，我昨天电视上就跟你讲了，放空四星。各位，我们再来看看买微银好不好？我们再来看看买微银好不好？好，各位，你看完之后也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真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做多也赚，放空也赚，看看微银。你等一下看到之后你会吓一跳哦。为什么要吓一跳？因为微银大跌。哎，老师啊，你不是说买回微银吗？对啊，我买回微银啊，我一大早还没开盘我就叫出了，说只要有获利就出了。你看他今天，如果你不出，今天收盘跌100块。你看，各位，今天微银是不是跌100块？好，各位，你看我昨天说什么？我买微银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看完之后帮我鼓鼓掌一下，这样的老师你要珍惜他，这样的老师你要跟他竖起大拇指，老师你真的好棒，好不好？给他一个赞啊，真的。我告诉各位，盘中4.5小时，我真的很认真啊，我真的非常认真啊。光这一点，我的会员都给老师你很棒，真的赞。各位，10月30号，我买回微银。各位注意看哦，你注意看，今天一大早啊，刚开盘呢、啊。各位，今天10月31号，会员注意，6669的微银1600到1610，昨天有买的人有赚钱，就可以自行获利出场了。早上9点01分，有赚就跑哦。我为什么要跑？你看，各位，今天开盘开1645，还拉到1650，你要怎么跑都可以跑，都有赚钱哦。我为什么要跑？因为我陈立豪知道15961要来了，15961到16015要来了，所以我告诉我的会员赶快跑，有赚钱赶快跑。而且各位，昨天放空的四星今天依然赚钱，你看我厉不厉害？我厉不厉害？所以各位你看哦，你今天如果真的做了，你还有40到50块的价差，40到50块的价差。各位微银真的真实富贵，千真万确，10张就好，40万。我为什么要跑？我为什么要带出？我为什么要带出？各位听得懂吗？我都印给你看了，9点01分就已经叫出了，有赚钱就出了了。各位，有赚钱就出了。哎，我出掉之后，尾盘收到哪里？尾盘打到哪里？尾盘打到1520，你看。
哥，你看到了没有？哥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一流的老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昨天在测标上跟你讲，买回维盈赚多少？买回维盈赚40块，放空四星赚多少？赚120。各位，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。各位，你再看，我在那里看，我在昨天我有没有跟你讲我出智源？各位，我昨天我有没有跟你讲我出智源？你看，各位，我昨天出智源哦，各位看一下昨天，各位。这边我是不是讲恭喜智源？有没有？哎，有没有？另外再次恭喜智源，现在319了。我昨天出掉了，我昨天出掉了。我为什么要出智源？你看，各位，昨天我们智源出319到326，全部出掉了。各位，10月27号买智源307，10月30号昨天出智源。赚19块，有没有？我昨天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？我说智源赚19块，然后技嘉有没有？各位，当初技嘉我不是跟你讲赚9块吗？两只股票总共加起来是28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出掉了？你昨天一定会讲到，是你为什么要这么短，要这么出？你看，各位，我322到326出的，如果你不出，今天你可以。各位，你看资源打回到302，各位你看到了没有？那各位，我是昨天多少出的？322到326全部出掉了，对不对？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你再看技嘉，我当初10月27号是不是出239？我说我赚9块就好了。各位，如果你239不出，你看技嘉。各位，打回到216。各位，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你跟到了一个老师，你要有那种本事带进跟带出。我如果没有带出的股票，我到最后我一定会负责带出。我就是这样的老师。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会员喜欢陈立豪？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会员喜欢跟着陈立豪，而且还办续约？各位，我们姑且股票不要说准不准了、啊，那种负责任的态度。听得懂吗？那种负责任的态度总比那些在坊间诈骗集团被骗的好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你看我10月27我出技嘉，239出掉了，我说我赚9块就好了。各位，如果你239不出，今天收盘收 217.5。 好，各位是不是出得很漂亮？出得很漂亮啊。智源昨天出掉了，出322到326，对不对？那各位你看智源，如果你昨天不出322到326，今天各位你看收盘收302。我为什么要出？我出的漂不漂亮？很漂亮，所以各位赚19块。那各位投资朋友们，那我昨天买维盈我是不是赚钱？我昨天买维盈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讲了吗？一早就出了，赚40块。如果你不出，你看维盈，如果你不出，你各位维盈收盘收到最低1520，各位，我是今天早上就出掉了。你看那个价差差多少？各位，从我出掉到尾盘收盘价差差了多少？差了130块的价差。各位再看我昨天放空四星 KY， 我昨天放空四星 KY， 今天又在空。各位，今天的极大值我还没有回补到最低价哦。我已经赚了120块了，极大值，对不对？你敢吗？你敢放空吗？今天早上你敢放空吗？啊？你看我告诉会员打电话给我，传给我，就跟他讲，9:07就讲了，你2780到2800你就是放空了，不要这么多的废话。各位，而且报章媒体杂志今天还在登利多，登利多我照样放空给你看。那各位，既然你会讲说，老师啊，那四星 KY 现在怎么办？四星 KY 你怎么看？各位，你看我的动作好不好？四星 KY 还会再创历史新高，
就这么简单。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我讲话没有模棱两可，我从来不会模棱两可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模棱两可，因为我也不会诈骗，我也不会欺骗，听得懂吗？我跟其他老师不一样，我不喜欢去骗东骗西的。所以各位，我昨天就讲过了，10月26号买回四星，价差挣265块，买回智源赚19块，昨天就出掉了，对不对？出掉之后去买回微盈赚了40块，昨天放空四星到今天赚120块。各位马上来电我帮你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从头到尾都用手机验证，所以我侧标讲请认真看完我手机的内容，不是吗？各位，那我请问你，当微盈打到这个地方1520，好，当四星 KY 打下来2625，好，那各位我就问你了，你敢买吗？当技嘉打回到2175，你敢买吗？好，各位，那再来看3035，当打回到302，你敢买吗？各位，迈入11月份，明天就是11月份了。我当初跟你说什么？我当初跟你说什么？我说迈入11月份看成立好的啦。我也跟你说过迈入11月份行情会上下震荡很大，有没有？我都跟你讲过了啦，只是你要不要听而已啦。你如果喜欢听那个造假作弊吹牛的，你尽量去，嘿，不关我的事啊， I don't care 啊，你想死就去死啊，听得懂吗？那我不管了、啊。但是各位你看哦，大盘我就跟你讲会来到15971到多少，哎，我啊，拿这个给你看啊，来，刚刚我哎，好了，拿手机给你看比较快，昨天就已经告诉我的会员了，你看会来到5月17号的15961到16015的缺口，你看有没有来？有啊，15975啊，收盘收16001啊。那各位有没有到我跟你讲的15961到16015的缺口？准到吓死你。所以各位来，现在所有的业务都在等你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去造假，不要欺骗，不要去吹牛，也不要去作弊。各位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。迈入十一月份，你只要跟我讲陈立豪老师，我想赚大钱，各位我伸出双手欢迎各位，好不好？那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，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救命！特工队，叫叫陈光华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我的女儿！叫！大声呼救！叫！打电话求救！伸！无限延伸救援力！抛！把漂浮物抛给溺水的人！滑！能用大型浮具快速滑向溺水者！叫叫声抛滑！救溺无故，救力无波。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
其实在台湾做股票，真的我觉得散户真的很悲哀，很多投资人不管大户都一样，真的很悲哀，真的都被外资法人三大法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我为什么可以真的了解三大法人？因为我在股市35年多了，我非常清楚这些王八蛋在玩什么把戏。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讲，我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欺骗，不吹牛，只要你愿意跟着陈立豪，我在盘中真的4.5小时，我真的都很用心的用手机带着你，听得懂吗？我会告诉你该怎么进，该怎么出。那我还没带出的股票，我一定负责带出。那很多的事情，各位，进入11月份，很多股票真的越来越好玩的，听得懂吗？我也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们进入11月份，给自己一个正能量，要告诉自己在股市里面想赚大钱。各位，你只要有这个想法，我帮你好吗？所以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好不好？祝全国的投资人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